星期六沙田日赛，沈泽成的星战计划。今次赛事列马斯沈泽成虽然出马不多，但是当中新胜的恒星梦和小太阳就分量十足。到底这两匹 D 部生力军能不能够再接再厉为马房建功呢？第五场四班草地千二米，上季至今沈泽成马房共有六匹马初出即能跑入三甲，他们在下一场再出，当中有五匹胜出，成绩极佳。而上场初出即胜的恒星梦表现一鸣惊人，今场仍然留在第四班跑回新胜路程，究竟他又可不可以延续马房佳绩再下一城呢？第八场三班草地一千米，三岁马小太阳赛绩同样优秀，前一场初出跑四班直路赛只是输给再出升班连接的韦小宝，到上场再攻同程赛事以超过四个马位大胜对手保重，小太阳今场升班再遇宿敌韦小宝，势必有一番龙争虎斗，密切留意星期六沙田日赛。